这里是芝麻开门挑战大现场，我来了。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奇妙的现场，有山川，有河流，有丛林，有海岛，当然还有这里。刚才你们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我怎么能从一辆汽车上跳下来呢？没关系，因为它是一辆报废车。这里是北京华新凯业汽车拆解厂，在这儿的车啊都是报废的。今天我们的大挑战要在这里举行，同学们要考验的有勇气，有体力，当然还有意志。有哪些勇敢的同学会来到我们今天的挑战现场呢？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市万全小学的同学们，欢迎你们。哇，你们好，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海婷。我是张帕。我是张文一。我的口号是万全万全，勇往直前。在这样的地方就需要如此的激情，那么他们的对手是否也充满激情了呢？北京市玉祥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在哪里？呼，你好啊！太有激情了，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王启江。我是马耀天。我是黄浩辰。我们的口号是玉祥玉祥，勇往最强。一个最强，一个勇往直前，那今天究竟谁能笑到最后呢？我们要一轮一轮比着看，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游戏，对抗大竞技。小伙伴一起跳，要站在身上。芝麻带领两队同学穿过成群的报废车，前往第一关的比赛场地。同学们都很好奇，这些报废的汽车难道就没有用处了吗？一辆汽车达到使用年限以后，其实并不是废铁一块，还能从它身上回收出很多的材料。用高温气体把金属车身切开，然后有一台很大力气的机器可以把它们挤压成很小的金属块，它们会被炼钢厂回收，重新溶解铸成新的钢锭。就像金属车身一样，报废汽车上的很多零部件都会被工厂分类回收，再次利用。第一关，对抗大竞技。拆车厂为同学们准备了两辆汽车，等待他们的究竟会是什么样的挑战呢？请看，这就是我们今天挑战大现场第一关，对抗大竞技的任务。一辆报废车，不是让你们把它修好，而是让你们在这里挑战自己的体能。我们要求两队队员分别进行比赛，把这辆废旧车沿着我们设计好的轨道从那边前面绕过一圈推回这边，在这儿停着一辆同样报废的汽车，它的四个轮胎已经被我们架起。我们要求同学们用最短的时间，用我们准备好的工具把四条轮胎全部卸下来，并且抱着轮胎放到那边的一个筐里，哪一队用时最短就会获得这一轮比赛的胜利。谁控制方向？你们想想。哎，你现在告诉我北在哪儿？我在问他。过去半分钟了没告诉我，证明他方向感不强。对，谁来控制方向？也是他。啊，我发现两队的男生都很有风度啊，都在后边推车是吧？我估计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推着推着你们就得着急。我来换方向。自己商量一下究竟有什么战术。好，卸轮胎的时候谁是主力谁是助手，三个人同时拆一个轮胎，还是分开拆三条轮胎？剪刀石头布，谁先比？我们先。你们先。你们真的赚到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万全小学同学率先开始。万全小学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换上工作服更加职业了啊。这轮比赛要多多的沟通，哎，要和队友保持默契。计时开始。哇，这么快。千万别踩刹车啊，别拉手刹啊。左左
万泉小学的两位男同学推车的速度看起来并不是很快，在拐弯的时候速度竟然降到了最低。里面掌握方向盘的女同学发现，这时候需要用很大力气才能转动方向盘。我也打到刺头了。两位推车的男生不得不重新发力，他们在拐这个弯的时候浪费了不少时间。女生调转方向盘，让车头对准终点，可是两个男生并没有选择冲刺，而是不紧不慢地把车推过了终点。1分27秒，赶紧借轮胎。哎呦我，就那个方向盘打得住吗？反正挺难的。挺难的，不容易哈。我告诉你，真的开车没那么难，因为刚才这种车啊，它现在第一没启动，第二报废了，也没有助力，所以会很累。万泉小学拆卸轮胎选择2+1的策略，海一平和张看一组，另一边张文一一个人拆。你们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战术？是拆一个轮胎就抱过去跑吗？还是说四个都拆下来再跑？抱过来，拆完一个再跑一个。就拆一个跑一个。下来了。最后一个，哎呦我快，哇，好像好多人，没有吗？真没想到，负责搬运轮胎的竟然是海一婷，这个女生的劲儿看起来可真不小。张文一这时也独自拆下了一个轮胎，轮胎的重量对他来说是小儿科。万泉小学的三个同学，他们在这个环节的比赛速度真的很快。感觉控制方向难还是拆轮胎难？拆轮胎难。你的手怎么了？哎，这样握着这儿拆，怎么这儿都全脏了？抱轮胎抱的是吧？好，来帮忙了。那你可以手比他快的话，你可以替代他，一个还没摘下来呢，快给他让开位置。你那边拆的怎么样啊？差不多了，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了啊，这边也快了，下来吧。如果真的是车坏了，空调了，还得用给你顶个顶胎，时间会废得更快。啊，快点，快点，快点！人家女生都抱着跑的，人家女生都抱着跑了，你好意思吗？人家女生抱着跑的都给顺上来了。老师，一会儿你去还是我去？你有劲吗？什么情况？那你去好不好？可以上脚，可以上脚。下来了。可以上脚。哎呀！哎！哎呦！你是男子汉吗？你看看，你大把腿。哎！我帮着你。搬轮胎还要女生帮助，你看看人家。好，时间到，你们队用时是多少呢？我记住了，先不告诉你们，一会儿等对手比完了，我们共同揭晓。刚才万泉小学比赛，仔细观察了吗？仔细观察了。他们刚才哪儿做的不到位？你觉得？就是拐弯拐太大了。哦，那弯拐太大了。在有惯性的时候，他们还是特别使劲。那时候应该刹车是吧？那时候应该稍微慢一点。推的时候，推的人应该稍微慢一点。就是拐弯的时候，他们没给那个他力，要不然，然后那车就特别慢的拐。你们感觉是推车这块耽误时间，还是拆卸轮胎更费时间？拆卸轮胎。那在那块啊，在卸轮胎的这个步骤当中，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他不是劲儿小的，马耀轩劲儿小，所以说让他卸完轮胎之后滚到那边，等我们去的时候再把轮胎搬进去。
哦，他先滚轮胎，然后你们再搬是吧？对，都先落地下哈。对，嗯，先落地再。你们三个人整体的重量级都比那队要小，有没有信心战胜他们？有。真的有吗？有。别泄气啊！好，准备，三、二。开始，他还没上学你们就推啊，走了。哦，嘿，怎么感觉像两只小毛驴似的。玉祥小学的两个男生虽然在个头和体重上比不过上一组的男生，但是推车的速度可并不低，只是在拐弯的时候也一样没有控制好，拐了一个大弯。不过方向回正以后，两个男生开始发力向终点冲刺，这应该能为他们节省下不少时间。你们现在推车的时间比他们少了30秒。玉祥小学的同学们一人卸一个轮胎，但是他们原来都没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三个人的力量分散开会提高效率吗？我一般看那专业的修车师傅，那螺丝都是拿着一转就转出来，你怎么还拿手抠啊？不行啊，那手指缝才多大呀，你说这能抠出来？这就抠啊，快点啊，我需要转几个扣了。三了，三了。他才转了一个，他还问你呢。同学还没一个都没转下来呢，我转下来四个了。好，我帮你搬。没事。三个同学里效率最高的是王一潇，他卸下了第一个轮胎。玉祥小学也是让女同学运轮胎，不过轮胎是被马瑶轩滚过去的，他可没劲儿把轮胎抬进筐里。人家都卸下一个轮胎了，你还好意思跟人说我这儿又转下一个来了？哪儿？那边。哪儿？哎呦，你现在是救火队员了。你看看人家怎么转的。我。黄浩辰在一个轮胎上耽误了很长时间，他总也转不动固定轮胎的螺丝。到现在还是只有两个螺丝，是吗？这螺丝怎么也拆不下来，拧不下来呀、啊！这不是拧下来了吗？忘记使用工具。王小鬼帮忙！这就好。看他管不成用。这个有点拧变形了。这个螺丝怎么拆不下来？我也不知道，我这也是拆了半天。明明拿下来两个了吗？我的腰、啊。不是。妈，你被拆下来了吗？没有，螺丝有问题。拿手抠都比那个强。必须拧开再抠。OK， 我自己拿手抠掉一个。太牛了！玉祥小学的同学们卸轮胎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固定轮胎的螺丝总是转不出来，同学们急得用手去抠螺丝，这时候早已超过了上组所用的时间了。怎么这样转不下来？因为它已经卡在里面了。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转了一下就转下来了？卡住了。那你刚才拿出来，往里推一下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个还是最后一个，就往里推一下就出来了。没错吧？嗯，在芝麻的指导下，同学们又拆下两个轮胎。马瑶轩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竟然自己把轮胎放进了筐里，真是潜力无限呐！万晓，不是螺丝的问题，不是轮胎的问题，是你操作的问题。是。好，我们推车技巧很不错，比我们快30秒，非常厉害。这有点太逊了。好，加油！加油！
我。哎呀！好，完成，看一下怎么样？好，每个人的手都看一眼。你们说怎么样？好玩吗？够累的。啊，我来看一下啊。你出的汗最少，你看女生，你跑了几趟？我跑了两趟，就两趟。你跑了几趟？就这一趟吧。一趟，你跑了几趟？我一直在跑。啊？你拆了几个轮胎？我拆了仨。好，你们用时是多少呢？想知道吗？不告诉你们，咱们一块儿说。但是之前啊，把脸先擦一擦。对抗大竞技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想问一个问题：轮胎都是谁拆的？我。每个人都有份儿啊！太的，两队的表现真的都超乎我的想象，已经太棒了，尤其是推车的环节啊，非常快。万全小学推车整个花了1分27秒，而这边你们只用了58秒，耶，相当好。那你们知道你们整个拆完轮胎，把轮胎放回框里用了多长时间吗？15分钟左右。嗯，时间观念不错啊。你们的总用时14分51秒34。知道你们总共用了多长时间吗？5分58秒81。这一轮获胜的就是我们万全小学的同学们。不过我们还有很多的游戏等待着大家，你们有没有信心在之后的比赛超过他们？有。你们有没有信心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有。好，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游戏，问答大比拼。经过第一轮游戏，北京万全小学的同学们1-0暂时领先。小伙伴你是第二轮游戏，问答大比拼。本轮游戏我们采取逐个回答问题淘汰赛的比赛形式，也就是说两队同学啊依次回答芝麻提出的问题，如果谁答错了就将被淘汰。哪一队的3名队员都被淘汰了，那么另外一队就会获得这一轮比赛的胜利。两队听清楚规则了吗？听清楚了。第一题，世界上的第一辆汽车有几个车轮？给你两个选项，3个还是4个？3个。3轮车呀？嗯。确定？确定。回答正确。到你了。你对汽车了解吗？还可以。那我问你一道和野生动物有关的问题吧。请注意，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会徽上画的是下面的哪种动物？A 金丝猴， B 大熊猫， C 东北虎，请选择。叫金丝猴。确定了，恭喜你回答错误。正确答案是大熊猫啊。那大熊猫我们在动物园都能看到啊，那标志。你被淘汰了，一道问题就再见了，换下一位同学。请听题。哎，我们中小学生啊放学回家在道路上列队通行的时候，每一横排的同学人数，请听啊，以下有几个选项 ：A 不能超过2个人 ，B 不能超过3个人 ，C 没有数量限制。应该是每一横排 B 不能超过3个人，是吧？也就是说，可以3个人在一排走，是吗？你们队有几个队员？俩。几个人坐在后面？俩。请记住，他们俩可以一起走，加上你就不行了。再见。你成功了。请听题。上过高速公路吗？上过。经常走是吧？对。高速公路啊，大家都要认路，对吧？知道要从哪儿到哪儿。那么请问，比如说
G1 京哈高速，起点是在北京，终点是哪呢？哈尔滨。哈尔滨在哪？不清楚。不清楚。哎呀，还好这问题没有第二分，记住哈尔滨在黑龙江，好吗？回答正确。郑渊洁的童话《舒克贝塔》看过吗？没看过。没看过。舒克和贝塔两个角色，谁是开坦克的？舒克还是贝塔？他的主题歌是这么唱的：舒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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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飞机抵舒克。请选择，开坦克的是谁？啊？这还用想吗？这还用想吗？啊？回答正确。哎呀，这忙帮到这个份上了，还要想一想。请听题。哎呀，你现在边上就有一辆汽车啊，一块啊，一辆汽车上有几块后视镜？请作答。你拍腿干嘛？着急，我还以为告诉他。一块。不能再给机会了啊！一共有三块后视镜，这儿还有一块，是吧？加上这两块，一共是三块。对不起。二零。淘汰了。混合动力的汽车是指既能烧汽油又能烧酒精的吗？是。对。对。恭喜你回答错误。你看看哪个汽车里有电池的，那个叫混合动力啊。接下来就是两位女同学之间的对抗了。女同学对汽车一般啊不是很感兴趣，所以这儿拼的就是你们的知识量了。请听题。中国的高速公路的最高限速一般是多少公里？恭喜你回答正确。在这种赛车比赛上啊，经常会有一个那黑白方格的旗子，这你知道吧？知道。那这个方格旗是在发车的时候能看得到，还是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呢？结束吧。确定。结束的时候就开始挥旗。涡轮增压是指增大什么的压力？请作答。排气。排气。对不起，回答错误。那么高兴干嘛？啊？他们淘汰了。他们淘汰了，没错。所以这轮获胜的就是玉祥小学的同学们，恭喜你们！经过两轮的较量，两队同学1-1打成平手。小伙伴一起唱，要跟着谁唱？现在你看得到吗？看不到。没错，有一位队员戴上了眼罩，现在你是一只大黄蜂。另外一位队员负责描述比划啊，现在主要是以描述为主。在规定的3分钟时间内，哪一队描述出的汽车零件，这边的同学猜得越多，就会获得这一轮比赛的胜利。3分钟计时开始。就是那个你坐的时候，那个上头的那东西，那个你能靠着的。哎，然后怎么样？回答正确，你坐。你爸爸妈妈开车的时候没事儿，那个放点那个光盘喇叭。正确。怎么才能让那个喇叭音响？正确。停车的时候要拉什么手闸？回答正确。那那个方向盘能？三。好了，好，正确，时间到。所以你们的成绩是答对了5个零件。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对手究竟有什么样的表现，请看题。他看不见，你得描述。你在开车的时候需要把握它。方向盘。回答正确。在
下雨的时候你需要用到它。下雨了，它在前面，在前了。有时候那个上车以后第一个动作按在那儿，谢谢。要用到它就是看东西，但是你可以不回头，抬起头就能看。抽时间，谢谢。在车有问题的时候，你靠班停的时候，告诉就是要告诉别人那个，让他们再从其他地方行驶。正确。我告诉你这是什么东西啊？它安在那个方向盘上面，然后呢，假如你觉得前面车有什么，就是回答正确。玉祥小学同学。请来这边，这里。好，我们一起统计一下他们答对了几道题，可以吗？可以。你们答对了几道？五道。一会儿啊，统计完了，结果就出来了。嗯。谁获胜自己心里知道，对不对？嗯。好，你们答对了方向盘、反光镜、后视镜、安全带三个，喇叭、警示标五个，还有没有？没有了，没了！你们答对了几个？五个。也就是说，这一轮默契大对决，两队打平了，恭喜你们！啊，看来两队对于打平这个成绩不是很满意，都想稍稍的超过对手一筹。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两轮比赛。前三轮比赛，两所学校的同学2-2打成平手。游戏智勇大较量，同学们将要在6分钟的时间内拼装两组汽车的积木，同时有一位同学可以帮助自己的队友争取更多的时间，就是用无线手柄来遥控车间里一台专门吊装大型设备的天车，用天车上的针去刺破绑在各种汽车零件上的气球，每扎破一个可以为自己的队友多争取到10秒的时间，最后谁在规定时间内汽车积木的完成度高就获胜。天车一般专门用来吊装汽车的发动机，从来还没有干过扎气球这种需要稳准狠的细活，就好像让一个大力士去绣花一样。而按装配图来拼装积木，最难的是在几百个零件中迅速找到自己需要的零件。两组同学能否紧密配合完成这个既新鲜又有趣的挑战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你们觉得你们的队友能扎破几个气球在6分钟的时间内？全能扎完。全能扎完，就能给你们补齐100秒的时间。嗯，对吧？嗯，1分40秒。怎么样？你有信心吗？啊？你对你的队友有信心吗？好，请准备。6分钟倒计时，开始。随着芝麻一声令下，张看开始操纵手里的遥控器控制天车，但是撞针总是围着气球打转，就是扎不破。经过一系列的控制，张看终于扎破了第一个气球。张看很快熟悉了天车摆动的规律，后面的气球扎得越来越快。可是这个绑在警示牌上的气球却给他造成了麻烦，警示牌几次差点被碰倒，张看决定先去扎别的气球。张文一和海一婷手头一直没有闲着，
他们按图索引，寻找有用的零件拼在一起。虽然不是体力活，张唯一已经满头大汗了。然一次扎破了两个气球，现在只剩下绑在警示牌上的最后一个气球了。好，七分质量。刚才你觉得扎那些气球啊，哪一个最难？就是那个三脚架那个。难在哪儿了？哦，它这挂的挺多，有点漂浮不定，指这个针有点难以下手。我看刚才你碰它的时候啊，几次那个三脚架都差点倒掉，对吧？嗯。那后来又怎么样？就把它控制好了，能把它扎破了？嗯，可能是意外吧。运气比较好。对，有点运气。再一个就是找准方向，可能刚才那几针都是穿着边过去的，没找准方向。以前没玩过天车吧？没玩过。相信你的同学应该都没有这个机会体验，对吧？嗯。好玩不好玩？很好玩。啊？这个很好玩，比那个遥控赛车、遥控飞机好玩多了。比电脑游戏强吧？嗯。真家伙，对吧？嗯。而且一起来那个机械的声音当当的，对吧？嗯。而且我们是用一个很大的器械干了一件很小的事儿，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对。好，你为你的队友争取了1分40秒的时间，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究竟能做得怎么样。你们还有2分10秒不到。随着时间的减少，张文一和海逸婷手上的动作更快了。当7分40秒的时候，海逸婷完成了14步，而张文一完成了16步。万全小学的同学总共完成了30步。队员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有没有信心超过30步？有。光有信心不行啊，还要胆大心细。倒计时6分钟，3、2、1，开始。玉祥小学控制天车扎气球的是黄浩辰，他刚上手的时候采用的方法是让针从上方扎气球，可是尝试了好几回都不行，看来他还没有掌握窍门。就是凭那个步骤最短的，你是三轮摩托对吗？你是那个小赛车对吗？好的。多尝试了几回，黄浩辰发现向针摆动起来，从侧面也许能扎破气球。掌握窍门以后，黄浩辰再接再厉，又扎破了2个气球。王艺潇和马瑶轩此时顾不上看黄浩辰扎气球，他们的注意力全在这些各式各样的零件上。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迅速找到需要的零件，准确无误地拼起来。黄浩辰采用让天车大范围摆动的方法，效果非常好，又连续扎破了几个气球。可是这个方法马上给他造成了麻烦，他竟然把绑在警示牌上的气球碰倒了。上一组张看也差点碰倒这块牌子，这样一来意味着黄浩辰最多只能给队友加上9个气球1分30秒的时间了。不知黄浩辰是不是受到刚才的影响，撞针总是围着最后一个气球打转，却怎么也扎不破。用了1分钟的时间，最后一个气球才被扎破。有一个气球掉地下，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那个，我当时使的就是说让它摇摆，然后呢，摇摆的时候碰了一下，然后那劲儿过大碰了一下。刚才在对手比赛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注意观察？有。
程就是摆动瞬间过程。对呀、啊，那个三脚架来回的摆动，对吧？嗯。但是刚才你晃动的幅度比他还要大。嗯。为什么明明看过了他的比赛，到自己的时候还是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呢？有点着急，看的挺慢的。没有为队友加上这十秒钟。没关系，嗯，帮他们多帮点他们忙嘛。你刚刚说什么？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还有三十秒，现在这边进行到了第十五步，这边也进行到了第十四步。三、二、一，时间到，停。这里你拼到了第十六步，对吗？对。十六步完成了。这边说没找到的是哪个零件？这个。再给你几秒钟，你觉得你能找到？5秒钟。五秒钟。嗯。一个气球。几秒钟？10秒。如果再多5秒的话，就可以拼到15步，是吧？嗯。那样的话，你们就是31步了。但是游戏就是这样，我们不能怪任何一位队员，每个人都尽力了，对吗？尽力了吧？对。都尽力了。那两队在这轮智勇大较量太巧了，都拼出了30步，所以智勇大较量这个环节，两队继续打平。经过4轮的较量，两队同学竟然打成3-3平。在前面的比赛中，玉祥小学和万全小学的同学们都展现出了勇于拼搏的精神，团结协作。谁能最后获胜呢？接下来的第5轮比赛将至关重要。小伙伴你唱，我站在谁旁？现在我们有请两队的同学到我这里来，你们在哪里？哎，好，我们为你们准备了2辆同样的面包车，对吧？你们需要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的时间内，以动物为主题装饰我们这2辆车。也就是说，你们可以一会儿让这辆车变成一只苍蝇，或者变成一只蚂蚱，哎，反正随你们自由。颜料由我们提供，画笔由我们提供，想法来自你们，这就是我们创意大测试的主题。你们可以先把道具准备好，去吧。哇，怎么样？以前你们有没有在汽车上画过画？没有。没有吧？没有。在别人的汽车上画画不礼貌，在自己家的汽车上画画，估计爸爸妈妈可能还要惩罚。今天给你们这样的画布，怎么样？好不好？好。好，非常好啊。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次宝贵的机会，因为不知道电视机前有多少的人在羡慕你。那么两队同学，你们做好准备了吗？准备好了。画笔颜料就在你们的手中，请好好利用。1小时倒计时开始。三角好像拿去。对，拿黑色。好大，这包好玩吗？可以共同使用啊，不用着急。你们准备画什么主题？蓝鲸。蓝鲸，不是蓝精灵啊。蓝鲸，把这辆面包车要装扮成蓝鲸啊。嗯。所以你们挑了很多蓝色。你们三个人谁最擅长美术？你哈，那你来主笔好吗？好。加油。另一边，玉祥小学的同学进度很快，先把自己的车涂了一个大红脸。把车灯也涂黑了，原来他们要把车画成一只瓢虫。哎呀，那你们是把小的东西画大？对。他们是把大的东西画小。你们知道他们要画什么吗？不知道。不告诉你们。好吧，加油吧，瓢虫们。万全小学这边，韩艺婷还在不紧不慢地给张文一和张翰分工，一笔还没有动，进度比玉祥小学落了一大截儿。时间可不等人呐。玉祥小学分工明确，马瑶轩画瓢虫身上的斑点，黄浩辰负责大色块的图画，王艺潇画相对小一些的区域，三个人到目前为止配合还算默契。万全小学这边总算有了进展，张看画出了金鱼的鱼鳍，
海一婷画出了金鱼的眼睛，而张文一画金鱼的嘴。不过这些都是很小的局部，大的效果还远远看不出来。两所学校的同学们从来没有在这么大的立体画布上画过画，画出来的会是什么效果，他们现在都没有把握。随着他们的创作渐露雏形，同学们的进度也渐渐加快了。还刚好够。耶，可悲。你看我的衣服吗，香？玉祥小学因为画的是瓢虫，所以使用了大面积的红色，非常鲜艳。不过到底有没有那么多红色能让他们把车涂满呢？黄浩辰找来了一个梯子，爬到车顶，他要把车顶也涂满。可是这时候车身侧面还没有涂好呢，他是不是太急于求成了呢？就往上跳还是往下呗？我觉得往上跳稍微活泼一点。对，要不然把它画在后面吧。之后后面就是这边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呢过来，然后到这儿，这儿中点一个，然后再往这边画，再从这边再往这边画过来，我觉得这样好看一点，你觉得呢？可以。海一婷让张翰在车尾画一条金鱼的尾巴，这可是整个车尾部的亮点。他自己又跑到车头去画金鱼的嘴。这是嘴巴是吗？哦，就你来画细致的部分，他们画那个大色块是吧？哎，我发现这个中间的网状的部分还挺加分的是吧？嗯，还有点意思啊，感觉像嘴张开了一块似的。好，加油。玉祥小学这边画得可热闹了，一辆车还不够他们画，他们把画布延伸到了自己的衣服上。这不，黄浩辰从车顶上下来以后，裤衩都快变成瓢虫的颜色了。万全小学这边，海一平觉得张翰画的金鱼尾巴太小了，改成了一个大尾巴。你注意到没有，万全小学同学们穿的是白色的校服，身上却没被画上一点颜色。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一会儿你们就把你们的作品给评委展示了。蓝鲸做的怎么样啊？差不多了。刷子都到头发上了，同学们真不容易，加油！同学们抓紧最后的时间赶制自己的作品。3、2、1，时间到。这就是两个学校的同学最后完成的作品。玉祥小学是瓢虫车，色彩鲜艳；万全小学的蓝鲸车，憨态可掬。同学们的创意好像给这两辆报废车带来了新的生命。不过到底谁能在这关键的决胜局获胜呢？那从艺术的角度，我先给你们找一个专业的评委怎么样？好，来，我们有请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的唐老师为我们点评一下两队汽车的艺术成就。唐老师您好，千万别碰到唐老师啊，给他留个地儿。好，请您到这里来，跟他们保持一米的距离。孩子们都是玩得很开心啊，很开心。那您能不能点评一下这两辆车现在怎么样？我觉得孩子们这个创意都非常好，两辆车，一辆车子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海洋的这种金鱼，一个是七星瓢虫，我觉得非常有想象力。从我们说艺术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孩子们这个颜色呀都用得非常好。这个瓢虫呢，上面的红色的话呢，如果稍微再加一点点偏点黄色的话，可能颜色协调起来会更加好一些。这边这个呢，就是有一点呢，我觉得孩子们最后看的是非常匆忙的去上那个颜色。如果最开始的话，利用一下这个车子本身的银灰色，跟你想象的那个动物结合一下的话，可能时间上利用会更好一些。啊，我觉得都非常好。好，谢谢唐老师，谢谢您。谢谢。听到了吧？要是先给你们讲是不是更好？
哎，但是老师表扬了你们，你看这边运用了草地啊，把草地加入进去，虽然被我认成了西瓜。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调色板运用的非常多，把一个原来我们给的啊蓝色颜料，加上了白色，调出了很多不同的状态，这也得到了老师的好评。那现在我想问一下两位同学，你们认为谁会获得更多评委的青睐呢？我们。对不起，你们说了不算，唐老师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评委们，关键时刻到了，接下来就要请你们打分了。我们找来20位拆车厂的工人师傅做评委，他们将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最后的胜负。究竟哪辆车最能打动评委呢？评委们，做好准备，做出你们的选择。1、2、3，请选择。不要看啊，我们都不看，咱们几个先聊一聊。你认为你会得几票？得几票？10票赢了。10票以上就赢了。你们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无法预测。想赢的请举手。都想赢了。那我去清点一下，我们看看这边。1、2、3、4、5、6、7、8、9。十个呀，这边呢，真的10个。经过了5轮的鏖战，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今天我们2轮决出了胜负，剩下的3轮全部打平。天哪，我们的汽车拆卸厂变成了平局专场。我们恭喜2队万泉小学的同学还有玉祥小学同学都获得了今天挑战大现场的冠军，恭喜你们。哇，太棒了，我们的挑战大现场终于有一次大团圆的结尾，两边都高兴，芝麻更快乐。今天的芝麻开门挑战大现场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一起走牵你的手，芝麻开门，芝麻开门。